那年英式大片层出不穷，观众们也都习惯了英扮演的国际警察的角色。狙击手就位。开门，查水表的。再不开就冲进去了。后面的朋友，让我听到你们的掌声。小甜甜。这不是老谁家那小谁吗？怎么样，不来一发帝国主义子弹的洗礼？不了不了，家里有家里有。哎，最近听说你在卖硫二甘醇和亚硫仙氯。君子固穷，我会帮别人做生化大杀器吗？啊！话说二位是怎么知道这俩原材料能做生化大杀器呀？不好好东西叫你还我。到底是嫌不更新还是嫌话多吗？那年白头鹰派了最好的特工，用了最科学的方法。得到了最科学的答案。银河号，非死不可。而银河号上的兔子还很科学的，什么都不知道。大爷，下来斗地主啊！大爷，不会的话，我们可以教你呀。这么大的阵势，难不成？别斗地主啦，快去看看是不是开到阿拉斯加去啦。太阳当空照，银枪对我笑，大虎说早早早，你船不能在我这儿停靠。小虾，好久不见，赢家来了通知，你懂的。哟，亲。哟，有事吗，亲？那个船里
你没放那画吧？哦，哪画？生化大厦，大厦原料那画。想什么呢？没那画，最近严打呢，亲。我去，英家那家伙说的煞有介事的。没有啊，没有就好。吓死我了，吓死我了！混蛋，要相信自己同志啊，亲。那年，兔子的憋屈才刚刚开始。